教师应定期检查消防安全设备，为演习做好准备。听到火警的老师应当带领学生走出教室，确定要关灯、关窗、关门。按计划将学生带出教室，然后前往指定区域，在指定地点清点所有学生。如果出口被堵，老师将带领学生走备用通道，出去后清点学生。